Disleep 智能睡眠养生器，从睡眠中创造健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护学院，来自沙劳越四五，今年44岁，是个五个孩子的妈妈。我的目前的职业是五金店的查账员。在2020年2月16日，我发现到我身体乳房有一块，我做了身体检查，发现乳房有癌细胞的迹象。医生叫我做 CT scan， 看一看有没有扩散的迹象，发现到淋巴也有问题。在3月2号开刀，拿去化验，瘤都是坏的，而且是非常深的癌细胞。医生跟我说过，我患了乳癌和淋巴癌的第三期。我当时我的情绪非常的激动，也很害怕。那时候我非常好的，也就是我的五金店老板娘严医书介绍我用了百金贝和美容枕来使用。在4月16日那个号开始，我需要做8次的化疗针，打了之后反应胃胀气，肚子又不舒服，没有胃口，整个人很憔悴。于是我就抱着我的美容枕和被来减轻疼痛。之后在7月30号，我的上级艾瑞恩介绍我使用智能睡眠养生器。我每晚使用负电位1000，睡了个8个小时，改善了很多的问题。在我打第6针的身体不会酸痛僵硬，使用528生品，心情也非常愉快，心情也非常好。最近我做了乳癌 CS5.3 检查，报告显示我非常健康，也没有癌细胞的迹象。我当时非常的高兴，也非常的欣慰。我要在这里和大家说，预防胜于治疗，不要等到有病才来找治疗。我们女人啊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才可以健健康康去爱和照顾家人。在这里，我非常感谢大家。